魂老爹斩电丸。大家好，双剑夺魂，老爹又来晋升我们的 VIP 十二了。来，各位观众，我们现在领个东西先。神将招募券，贵族特权，这边有190个金色碎片，还有这个核心红兵符选择箱，进阶时 VIP 十二的奖励，直接入手。有没有看到啊？轻轻松松。好了，再来，这个到 VIP 十三就有点硬了、啊，各位观众。没关系，我们先 VIP 十二就好了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刚拿到的东西哦。橙装选择箱，不是啊，你，我的万能碎片呢？哎呦，在这边。好，各位观众，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把我们的角色夜叉幻影升到五星了，各位观众。我做丞相，来一统天下。养成身心万能碎片，需要59片哦。好，来，直接升到我们五星的郭嘉。五星的郭嘉会改变形象哦，会变得比较帅哦。来，我变，再给我十年生命，我变，我做丞相，一统天下。有没有看到啊？自身伤害减免增加35%，应该变超强的吧？战力直接来到了6000万，各位观众。我能看到主公完成大业，我心生汗。我刚刚不是有一个什么兵符吗？哎呀呀！你，我刚刚没有领到吗？各位观众啊，刚刚不是领过了吗？好，原来现在才领到。好了，我们看一下我们背包，靠腰，背包在这边呢、啊。这个，郭嘉嘉庞统的红色技能哦。这个要选哪一个啊？好难选啊，靠腰我都不知道啊。红色的，我现在有寒冰裂，所以我要再改一个。红冰裂，我要再改一个，在哪里啊？奇怪，我那个跑去哪里啊？这里，好，这边都没有。那我们就选庞统加郭嘉的这个。没错，好，来，选下去了。手握兵符，可觉醒，觉醒，应该加很多战力吧？好，来强化，我强化，完全没有问题，轻轻松松一直强化。好，这个不够了，然后把它放上阵。那么现在老爹的战力来到了靠腰的第二名，才第二名啊。哦，武将图片图鉴
要达到六星啊。可是我的郭家不是五星的吗？你郭家你在哪里呀、啊？哎呀呀，这个不够啊！商城有卖啊，商城有卖这个红色的、啊，进阶石是不是、啊？好，这样就够了。靠腰啊，不是进阶石啊，干我买错了。这个红红的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啦，买完也不够啊，浪费我的元宝啊，各位观众啊！哎呀，买太多啦，我靠你个东叮咚啊，退钱啊，老板啊！哎呀，救命啊！啊，不管了，反正以后用得到吧。战地来到了，6200，再来，没问题。战地来到了，还是不够啊，靠腰啊，很难超越那个人啊。看看能不能追上他，他6600啊，怎么那么高啊？好，我们现在战力来到了多少啊？6400。好，我们还有刚刚的装备哦。夜叉幻影，再给我10年生命。我们找头盔跟脚、哦。我助丞相一统天下。头盔是法防，脚是生命，感觉先换脚啊。红色装备。哦，金色装备，选脚，没有问题。这样我战力应该就可以超过他了，各位观众。来，夜叉幻影，不能看到主公完成大业，我心甚寒。更换，好，换上一双 Nike 球鞋，6600万呢、啊。然后我们把刚刚的装备回收一下，不对，重生才对啊。这一双直接重生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强化我们刚刚那件靴子了。我缺少的只是时间而已。强化，没问题。不能看到主公完成大业，再给他精炼一下。我心甚寒。哎呀呀，好过瘾啊！好，全部加10，战力达到6700万，把这个用到15好了。感觉我战力可以到7000万哎、欸。12、13、14啦，25，再把这个也用到15，精炼大师啊，有没有看到啊 ，Master 啊，14。还是没到7000万啊，那继续升啊。16、17、18啦。升这个有点无聊啊，各位观众啊，我也不想啊。
可是我想要七千万啊，七千万啊，二十，有机会啊，真的有机会，真的有机会七千万啊，各位观众啊，等一下我们就可以打竞技场了。六千八百万，哎呀呀，不够啊！好，二十，这样子要到两七千万，好像还有一段距离啊，各位观众啊，好像还有一段距离哦。现在这个手有点酸呢、欸。不是我在讲啊，有没有一键强化、啊？好了，办到六千九百万就好了，有点累啦。现在多少了？十九，六千九百万，没问题啦，六千九百万可以啦，跟七千万一样啊，四舍五入就是七千万啦。好嘞。然后鞋子给他用个雕纹啊，再给他雕纹一下。哎呀呀，雕纹一下，战力加这么多啊！继续雕纹，我再来雕纹啊！这雕纹是什么东西啊？我也看不懂啊！我管他的，反正会加战力就对了。七千万战力，各位观众。隆重介绍我们七千万战力啦！我缺少的，好，只是时间而已。那我就先这样，我们来打我们的攻城战，各位观众，去抢别人的宝物、哦，打这个神话。好，没问题。看到人就抢东西，抢钱，抢粮，抢，抢什么？抢钱，抢粮，抢。逍遥尽，抢钻石，观众！哎呀呀，直接抢光他、啊，各位观众啊！直接挑战五次，我再挑战你。他们这个被打血会扣掉、欸，哎，他被我打走了，各位观众啊，他被我打跑了。好，我们来抢这边哦。这个感觉比较强啊，这个神宣很强啊。靠腰的同工会啊，同工会不能抢啊，谁规定的、啊？好了，我们来这边抢哦。整个洛阳城都是我的，我把他们全部打跑啊，各位观众啊。怎么那么麻烦啊？好像要把人全部 打跑有点难呢、欸，各位观众，有点难呢、欸。好了，不然就这样啊，我们放一点活路给人家，不要那么过分啊。好，领奖励。然后应该还有一个。征战竞技场第二名的墨汁老爹现在七千万了，第一名了，来挑战墨汁给你们看，你跟毛笔头混在一起是吧，混在一起是吧，七千万啊，来英贵神速，鼠辈之有没有看到、啊、老爹的红将也被造成对面伤害，一千三百万的金将直接打在对面身上，万箭齐发，万箭齐发。好，没有很痛，才五百多万呢。多加一个大招，两千一百万。对面只剩三只啊！他只剩三只啊！他的黄月英有点硬哦，不过没关系哦。黄月英是吧？看我的双凤鸣，再来。母渊成风。他的牛鞭出击了，观众。至于锁链结浆。有没有看到完全吊打？龙翼技第四，
才379万，不通两天阵地，看我的撼天，412万，好通啊！我也是逍遥金，没有问题啊，轻轻松松啊！寒意刀斩，好了，再死掉一只了，死掉一只没有关系哦，我们还是可以赢啊！坚守不出，那一个大招100多万，过加一个大招372万，夺命这么少啊？好，结束比赛，各位观众。老爹何时能成为《少年猛将传》的天经第一？就在今天，就在今天呐、啊！好，那么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